公司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周四5月27日开盘上涨。此前数据显示，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，表明美国经济前景改善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上涨109.4点，0.32%，至34,432.47点。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开盘时上涨5.9点，0.14%，至4,201.94点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4.6点，0.03%，至13,742.585点。